我们欢迎本届音乐风云榜的代言人黄子韬。欢迎涛涛。第十七届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请了黄子韬做我们的推广大使代言人，所以特别感谢涛涛能够在阔别五年之后啊，其实应该是第一次是2012年哈，那在五年后呢再成为了我们的推广大使，所以欢迎涛涛又来了。来，涛涛请到这个位置，我们先拍照好不好？来，先给我们的观摄和 fans 朋友一点拍照的时间。好，涛涛看一下右边，好，谢谢我们工作人员，麻烦递一下话筒哈，要问一下我们的推广大使涛涛你好，这次来深圳从北京机场开始我们就一直 follow 你的行程，对，所以这次特别来到深圳然后参加音乐风云榜，这其实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舞台，然后这次来做我们的推广大使，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跟2012年的时候其实挺不一样的。对，其实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有得到很多的回报啊，然后很感动，挺感动的。对，所以我们也挺感动的，今天涛涛能来啊，我觉得今天晚上特别期待在舞台上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舞台上的表演。看吧，看就知道。会看吧的意思就是除了安排好的表演的话会不会还会有即兴的一些，看情况吧，看情况。对，看大家是不是够热情是吗？对，好，涛涛有点害羞了哈，我们就放他，放我们的推广大使进去准备接下来的表演。谢谢。对，还有什么话要对你的粉丝说吗？加油，加油，我爱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子韬，谢谢。好，那伴随着我们的推广大使进入我们的演播大厅，我们也希望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会场之内去观。